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直线路径啊哈，长 s 啦，分割成 n 等份，每一等份是 m 分之 s， 一直点由静止开始哈，以这个加速度 a 哈，这样前进，至每一等份末了哈，每一等份末以后哈，它的加速度要增加，增加那个 m 分之 a 呀，也就这里哈，到第二等份末的话，这加速度是 a 加 m 分之 a 呀。好，那么他问说哈，折尺指点哈，在这个路径的终点，路径的终端它速度应该多少？啊，这个我们叫做 vn。好，那这是 v 末数啊，这是初数 v 零啊 ，v 平方减掉呢 v 零的平方，这是等于2s 2as，s 是 m 分之 s。那这是零嘛，初数等于零。那在 v2 的平方哈，减掉 v1 的平方，等于 2s。那不过这里的加速度多少呢？这里加速度是 a 加上 m 分之 a， 所以是 a 一加 m 分之一啊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2a 加 2a 啦 ，a 这是一加。m 分之一，二 a s 是 m 分之 s。好啊，同样道理哈，到达 v n 平方减掉 v n 减一平方，这两个二 a 多少呢？一加多少？这个一呢跟这个一是一样的，那所以这是 m 分之多少呢？这是 n 减一啊 ，n 减一，这是 m 分之 s。好，那我全部把它加起来，就通通消掉了，消掉了就是 v n 平方了啊，等于多少呢 ？v n 平方哈，把它加起来等于二 a 多少呢？然后这是 m 分之 s 哈 ，m 分之 s， 然后这里啊，这里有个一嘛，一加一一直加一。这从哪？从一加到 n 嘛，所以是 n 个，加多少呢？从这里开始加 ，n 分之一一直加到 n 减 n 分之 n 减一，哦，所以是 n 分之多少呢？一加二，一直加，加到 n 减一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等于多少？这样子的话哈，这个是等于多少？所以是 v n 平方啊，等于多少呢？m 分之 2as， 然后这个是 n 加多少呢？ m 分之上面这个哈，是 m 分之 n， 啊乘以的话 n 减一啦，就这个乘以这个加这个是 n 嘛，啊乘以呢 n 减一 ，n 减一，这样子，那这样子以后哈，这个就是消掉了。消掉以后哈，这是 m 分多少呢？不对啊，这二分之啊，算错了。就一加二哈，一直加，加到 n 减一哈，这个的话，二分之上底加下底，它乘以高，高的话是 n 减一啊，这样才对啊。哦，这是二分之多少呢？n 乘以 n 减一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 n 是可以消掉的，所以是 2as 哈，那这 n 啊加多少呢？二分之 n 减一啊，好，那通分，那通分以后，这是二分多少？ 2n 加 n 是 3n 减一啊。那二可以消掉，所以是 m 分之多少呢 ？as 三 n 减一。好，然后两边哈，给它开根号，两边开根号的话，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 v n 末数啊，根号多少呢 ？m 分之 as
3n 乘以 2， 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，这是最后的答案。